来看到十字路口，一辆小客车左转弯三秒，对向一名女骑士骑了过来，两车在路口发生擦撞。那女骑士被撞倒之后，直接被小客车前后轮碾过，当场卡在车子底下，情况凶多吉少。那惊悚一幕也让附近不少民众目击，简直吓坏。好，这车祸呢就发生在31号傍晚，云林斗南县道158甲这条路呢是斗南与古坑往来的重要连外道路，平时车流量就很大。那事发后，开车的沈姓女驾驶急忙冲下车查看女骑士的情况。 那辅警民众也赶来帮忙，把车稍微抬起来，让女骑士顺利脱困。那好消息是，女骑士福大命大，意识清楚，身上多处擦挫伤之外，遭到车辆碾过，造成骨盆变形，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持续接受治疗。那警方表示，双方酒测值均为零，详细肇责还要进一步厘清。